我不是来给你当助理的。技术还不错，只不过是车差了点，下次开我。我听说你最近几个厂子都遇到不少麻烦事，老主管都已经出院，这两年给我总动手了，倒是叫外面的人没好欺负。我这点小产业就不麻烦，年轻人爱拼胜，但是有贼就不走，那可都是傻子呀。你这个年纪啊，最重要的是你终身大事。看来是要逼婚呀、啊。